湖县长有出席了啊。那么今天谈论的是有关于拍国歌的问题，国歌呢现在要花500万来拍啊，究竟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？500万花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呢？啊，我想还是要请有经验的歌手来谈一下，华人天王费玉清，还有那个秀场的天后他奶奶陈金佩。再说一句，拍个国歌要花500万，太贵了。他好人就是小哥，费玉清的经验让大家久等了。旁边这位木瓜侠让大家久等了。什么木瓜侠？我是木瓜秀。哎，陈金佩的木瓜秀让大家久等了。哎，我想说呢，我们今天讲那个国歌啊，拍 MV 的事情啊。我想说，以前在我们那年代，拍 MV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在摄影棚里面，干冰一喷，然后音乐一放，对对嘴，哎，就过去了。对呀，不然你也可以像啊，现在有很多那种伴唱带啊，对不对？在海边跑跳碰啊，跑来跑去的，不然后边就后花园那边逛一逛，那就一个 MV 就 OK 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说呢，我是国际巨星嘛，我费玉清还有周杰伦拍那个《千里之外》，有没有？你花了多少钱啊？才花了200万，那国歌他花500万，那中间是不是有很多人？反正啊，台湾这么多人。喜欢 A 嘛？我告诉你，只要 A 的人呢、啊，一定恩有报应的啊，不会有好下场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如果像白云啊，每次拿便当来说，都偷吃2个 A 人家便当走，哎，这也不会有好下场啊。那可能血脂肪啊，中风啊，再或者是、啊，他没有，他现在少吃多了。哎，少吃多了。我想说呢，那个500万，如果说给你的话，哎，你要怎么用？给我？是我就拿去整形啊，整整容啊。好瘦哦。反正我现在花了80几万嘛，那对对，起码还可以整个5、6次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对，那要是你呢？你拿那个500万、我要是有500万的话，我就把这个500万通通给制作单位所有人，那分一分就算了。为什么啊？哎呦，他们非常的辛苦啊，是不是？我发给他们500万，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发这一咖来跟我们一起上节目了。哎呦，所以你这人真是小家子气啊！你刚才上一趴到现在还在生闷气啊？还是我说刘文正有点喜欢我，你在生气了？真受不了你耶！我也受不了你啊！这个梗这么好用，怎么用的哩哩啦啦？好了好了，那不过说，那您是不是要唱首歌？好，谢谢。陈金佩的歌声让大家久等了。哎，来，老师来来来。大白山，耶嘿，耶嘿，老天爷我，哎呦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来自你和我。人民最大，那就表示用钱要问我。各位官员，休想把钱偷偷带走，因为后果。我不用多说，看看钱总多。钱要升天哟，百姓有点穷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唱得很爽，但是好像也不能不顾我们观众朋友的死活。但是起码你们感受到那整个那种气氛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们就直接交给现场的主持人吧。谢谢，谢谢。但是很明显，两个人的气都不够，可能要做气切手术。来，我们听广告。好的。